6000-3500乐眼牛，铁板上一煎，牛油香味四溢，这可是正港顶级和牛。油质狂喷到铁板上，两面煎香，煮出开始切片，里头还是粉嫩红色，控制在5分熟以下。客人一口咬下，正所期待的日本和牛口感到底如何？是不太需要太多的咀嚼，就是真的非常的嫩，雪花分布的比较细致，所以一入口的时候呢，它就是入口即化，很绵密这样子。口感真的非常的绵密，非常好吃。果然没有失望。 和牛乐眼纽约客乐眼盖每公斤要价10000，和牛跟美牛一比较，油花也明显均匀又密集。五星饭店抢和牛商机，一早又高铁运送牛直达高雄，而这家烧肉店更是大手笔，买下整只的和牛全牛。精选 A5 和牛老饕上盖肉，纽约客乐眼受欢迎的部位不在话下。不过全牛珍贵在其他厅都没听过的横膈膜、黄瓜条、三叉、鲤鱼头、和尚头都是少见的珍贵部位，其中昂贵的老饕上盖一公斤要价18000，一份4片就将近3000块。和尚头就是所谓牛的大腿的肌肉。 它也是一个比较少的部位，这个部位其实在日本当地也是比较少可以遇得到的一个部位。引进的枕头牛部位大概有36种部位，我们全头牛都引进。正宗日本和牛解禁，民众急着尝鲜，高档肉质果然不同凡响，但昂贵的价格，荷包也得销售不少。记者林真彦、陈胜义高雄报道。